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解这个一元一次方程式。好，我把里面整理一下，里面多少哈？里面是一加二是三，啊，减多少？这是负三，这是负五啊，二乘以二分之五，这是负五，负三减掉五，负三减掉五就是多少？就是八 x。好，然后的话哈。再给它乘进来，啊，这个就等于5 2x 减掉这个，哦，啊，把99移过去，等于负的99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是5 8 40，2加4042，42 x，这是5 3 15，哦，负15移过去变正15，负92。加上呢15，这样多少？这样是等于那个，多少？这是92嘛？减掉15，七，8减1，77啊，77，这是负的。不过这个好像有点问题。我看哈，这个的话2x 减五，1减3x 加二，没错，这一层的话是负五了，负八，没错，三也没错，5 3 15 8 40，42，负15，移过去正15，99。这样没错了。99减掉15，这四这里算错了，这84这里算错了，这是99啊，我把它写成92了，99哈。减掉多少呢？减掉15了，加15了。哦，那这样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负的84。我这里算错了，这里应该是99，我把它写成92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两边哈除以呢42，把42移过来，还会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负二，负84哈，除以42，等于负二了。哦，这是第一小题。好，这样看呢，第二小，他说利用呢这个一的结果，哦，利用呢一解出来的 x，求什么呢？求 2x 减3，那是5x 平方减6x 加10，好，那就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就是负2乘以2。二乘以负二，二乘以负二减三，它是五乘以负二平方减六乘以负二加十，等于多少？这是负七，五是20，六二十二加十，二。这42，7 6 42，六分之负一，所以答案是六分之负一。